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Kiara Dice. If you haven't already, please do subscribe, join the tribe, and follow me on Instagram and TikTok. Don't forget about TikTok. We are going to eat hot pot. First time having hot pot since I've been back in China. What? Ah, okay, it's Friday night, May 26th. And two of my Chinese friends are gonna take me to Hot Pot and we are going to walk there. And we're leaving right now, so let's go. Hot Pot,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Hot Pot this is, I have to ask her. You know, like, they have t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t Pot. But here's the restaurant. There's my friend Malay. Okay, will I? 肉在哪里? 肉在下面。肉类。昆菜区。我想吃午餐肉。这也不是真的肉啦。什么意思不是真的肉啦？是豆腐吗？是那种 thin 的肉。好，这边有，我看看肉类。哎，肉呢？哦，这里现切牛羊肉，这是羊肉。刚才我点了一个牛肉。我喜欢羊肉。羊肉啊，你想吃这个是瘦一点的，就是，然后这个是肥一点的。然后这个就是半肥半瘦。但是我看到很多，比如说他们呢是什么？这种吗？这种啊。这种可能是羊肉，可能是牛肉，我也不确定。哦哦哦。但你还可以吃羊肉串，他们的羊肉串也很好吃。我就随便啊，这个呢？这个是牛肉。好，这个是冷冻的，我们吃新鲜的吧。Frozen 啊 ，OK， 我们不要 frozen。羊肉的话，你想吃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半肥半瘦怎么办？好呀，很好。Okay. 我再给你们点羊肉串吧。我等他们到了。还想吃什么肉？还想吃什么肉？他们有鸭肉吗？鸭肉，我看看。Duck。要大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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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像大个一样，大个喂大卡，可以说我们在这里是大卡了，大卡真的大卡，对，这是一家我们吃了很多，他们没有鸭肉哎，他们有鸭胗，鸭胗是什么？就是鸭的 stomach， 鸭的 stomach，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喽？肉吗？肉。我觉得他们的牛羊肉很好吃，我们都点了，我们还可以再点那个羊肉串。OK。你想不想啃骨头？还是太麻烦了？什么意思？对，他们有。啃骨头哦。对，他们有一个这个菜，他们有一个这个羊蝎子，挺好吃的。Oh yes。是羊的 spine。要。或者我们吃这个，这个没有骨头，可能也小份一点会更好一些。红小羊肉 ，OK。对，因为这个特别大，可能人多一点。对，多一点可以吃。那我们吃这个 ，OK。红烧羊肉。好的。你还有其他想吃的吗？吃一点蘑菇啊。蘑菇类的。还有那个那种豆腐喜欢的。对，豆腐皮我点了。豆腐皮 OK， 豆腐皮可以。豆腐皮，然后这个平菇。平菇。平菇就是那种。可以，平菇 OK。还有这种蘑菇，这种蘑菇。这样这样吧。OK。好的。两个蘑菇啦。然后是一点青菜，我要健康一点，我们必须要健康一点点呢。我点了娃娃菜啦。娃娃菜，然后菠菜吧。OK， 菠菜。菠菜吃了很大力。大力 ，We need the power。Power。哦，耶。哎，我已经两个月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放字幕哎。那你来。
你没有了，还没有了。我知道怎么放的，但是我觉得挺麻烦的。你不是要把它停下来，然后。哎呀！Sesame sauce, mm-hmm. Lagiao, which is pepper, hot sauce, which is chili oil, mm-hmm. Cilantro. Mm-hmm. 烫吗？有一点烫，好吃。这个我觉得比羊蝎子划算，羊蝎子它骨头占一大堆，它一盆170，这个才38。是吧？你要吃点香的肉，不是这个比它多。Passion fruit juice. Okay. Passion fruit mixed with oolong tea.Passion fruit. It's an aphrodisiac. 你知道这个词吗？知道。It means 你吃了以后，你要做爱。真的吗？是啊，这就是的。对啊。Aphrodisiac， 对，你因为你很喜欢希腊的文化，它是 Aphrodite， 来自什么什么来源的什么什么。你说还有 oyster 怎么说？生蚝。它也是 aphrodisiac。它也是。Oyster， 真的，哇哦 ，clams， 方格门店打卡，旅游前啊，花你的预算之前花你的预算之前啊，花你的预算之前。应该考虑好所有的选择。考虑好所有的方面。是应该考虑好所有的方面。对。他说花钱的话还是 OK。对，花钱的话。那你可以花预算。对，花你的预算。花预算。或者是用一个比较 formal 使用你的预算。用用对用啊，这个是用什么？微信啊。那么在中国买单的时候，可以用微信吗？可
在中国买菜的时候可以用微信支付、嗯、很好，还可以用什么？海付。对，来你来说、你可以用筷子。筷子，好的，那你们都会用筷子吗？那他为什么能成为网红餐厅呢？好的，来。Oh my god！ 我不会让你读完的。因为这餐厅的来吸引顾客。很好，好的，来。其实对顾客来说，只有饭菜好吃，只有饭菜好吃。嗯。饭和菜就是 rice and vegetable。但是。如果就是说菜，可以，同意也是一样的。可以啊，但是如果说这里只有菜好吃，就是太 spoken 了。因为在汉语里面，中国人喜欢 sandwich 两个字的 two syllable words， 四个字，听起来很好听。对，只有饭菜好听，以后才会再去。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们菜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对的啊、嗯，你环境我第一次去，但是我以后可能不去了。对对对，对呀、啊，就是他们、啊、哦 ，OK， 是啊，所以很多网红餐厅都是刚开始的时候要排队，啊、没多久生意就不太好了。对，非常好，就是这样。嗯。对、嗯、中国的网红现象嗯的看法，对，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话，比如说嗯你说上海有那么多网红店，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上海有那么多网红店？嗯，你怎么看这些网红店？明白，就是你们要用自己的话去说一下。Pepper 和雷椒吧，雷椒鸡蛋。好、哦。若水更落泡一样，还是落泡的更美。还是在吃。啊。大家好，我叫荣可丽，我来自美国，跟他们一样旧金山。我在上海已经快要10年了。说汉语，嗯，说中文，嗯，我很喜欢吃中国菜。